据说这是一个把地球的水装进去都装不满的克莱因瓶。还有人说它只存在于什么四维空间的世界里面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整。我现在在地球上取了一点点水，你看，我把这个克莱因瓶放进去，它就可以装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把它再装多一点。哎，我这重新拿一圈。我去，不会吧？怎么装进去的水都跑出来了呢？难道真的装不满吗？我就不信了。你看，在这个位置，再倒过来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它底下是有一点点的。好，我们再装一点，把这个瓶口捂住试一下。我去，好像要全部跑出来了，得去找个工具辅助一下，拿根吸管看看能不能放进去。太长了，这个弯不了。可能吸管太粗了，塞不进去。算了，不要吸管了，直接把瓶口堵住试一下，好像可以进去一点点，但是进去的不多。这个瓶子里面比之前是多了一点点水，但是以这个速度，可能明天都装不满了。不行，这个效率太低了，把这个注射器来试一下。是，哎，好像有些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啥情况啊？这些水好像又进不去了，到中间这个弯曲的位置好像被卡住了，是不是要倾斜一点？试一下，再来一次。果然倾斜一点点它就可以进去了。这个瓶子其实不是装不满的，只是现在的工具不够，如果有一根软的橡皮管直接伸到瓶子里面去，就很容易装满了。看到没有，现在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装多一点点它就可以了。 OK， 最后一点点，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了，装满了。我们看一下，经过9981难，终于把这个克莱因瓶给装好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我再重新把水倒出来看一下。其实啊，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克莱因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克莱因瓶，真正的克莱因瓶这个位置它是堵死的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克莱因瓶，它只是三维世界的一个工艺品，或者说是四维空间在三维世界的一个投影。真正的克莱因瓶它不分瓶内瓶外，它这个位置是堵死的，在三维空间里面看似过不去，但是在四维空间里面，这个位置就像有个时空隧道一样，是可以轻松通过去的。至于是怎么通过去的，这是我们三维世界生物无法理解的一种现象。如果把这个克莱因瓶从中间劈开两半，就会变成两个类似莫比乌斯环的物体。你看，这是一个莫比乌斯环，上面有个人，如果这个人他只有二维的视角，那么他在这个莫比乌斯环上面永远走不到尽头。现在我们就尝试走一下，从这里走。好，要了这个位置，走到背后了，背后再走过来，然后又回到起点了，就是我们三维世界里面从一个空间无法跳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。说到这里，你们理解这个克莱因瓶是怎么回事了吗？其实我也理解不了，一直是在瞎说，谁能理解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。